现在帮大哥做一个很厉害的东西，没错，叫做凤梨豆腐乳，是吗？对，这个是豆腐乳，先放在里面。嗯、对，那首先是要先削凤梨。来，那谁要削凤梨呢？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。削，让你让你削，来削。也没削过，我没削过，头也这样削。哎，哇，啊啊，很出力。阿尼啦，太少了，太少了，不是吧？阿尼，哎，按一下了。啊，可以。好，然后尾巴，尾巴切掉，尾巴一样哈，这样切。这样就不会切到手指，是不会啦，你会切手指干什么？然后站起来啊，立着中间吗？不是，旁边旁边啊，你要削皮啊，削皮吧，叫你削皮，你削中间，因为我真的没削过嘛，你懂那意思吗？哎，不，你要沿着它的边缘削，要这样要削削就要弧度这样削下去才可以，对，它的弧度。等一下，这一片先牺牲了，这个示范一下啊，这不对哦，哪里这不对，因为肉太多，这肉太多是不 OK 的。来来来，你先我看一下这个甜不甜，你就这样慢慢削。阿尼啊，阿尼干阿掉，阿烧焦，阿尼个烧焦，阿切到烧焦啦，很甜啊啦，你知影，哎惊啦，唔惊啦，酸甜风味，阿尼上，哇，哎，这个可以，这样，对，汉典就这样子，慢慢削，不要急，现在不会酸，金钻啦，有厉害，很厉害的，其他的品种，这个才真正的土凤，这个真的是凤梨，它有甜，有酸，有香，嗯，很棒。来，我给我来，大哥，这个修饰一下，好，修饰一下，好，哇，这个就水果行的削法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就高手了，一看就高手了，大概就这样了，大概厚薄度大概一公分左右，对，差不多这样哈。啊，丢到这一箱里面，这一桶里面，这桶里面，对，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当然里面有糖，就糖而已，糖就糖而已。有水吗？没有。对。要腌多久啊？腌两天。基本上就先加凤梨汁哈，加凤梨汁，一人一瓶，不要腌过豆腐乳哈，不要腌过，不要腌过，不要腌过，只要汁而已哈。对，盖过以后再加糖，再会满出来。嗯，阿内哈，阿哥来嘞，后来就两片凤梨，直接夹就排个圆圈，对，两片排一个圆圈，对，所以这样才是一个圆嘛。好，就糖哦，四汤匙，要煎的，煎的，煎的，哎，很煎哦。哦，加好哦，我再这个再排一层，再排一层豆腐。好，哎，对，排豆腐，要站着，站着哈，这样子吧。哎，边边站着，靠边边五块哈，中间两块，像第一层的，这样好像摆什么阵型，你知道吗？第五块最难装吧？超难装的。我们现在就做完了，耶！所以带回家就要放多久呢？四个月，哇，蛮久的。其实四个月才比较入味啦，你吃四十天也可以吃了。OK， 四十天吃哈，口感不好。好了，我们听你的，四个月。四个月放哪里？放阳台，给它晒太阳。一定要晒太阳，可以晒。晒太阳啊，它的比较会有香气啦，不要拿去冰，拿去冰就不会发酵了。对，哦，你要冰着哈，伊就干叫熟起。开了以后就也不要冰，就都不会坏。要冰就要一直冰，不然就不要冰了。不要冰了，不要冰。始终如一啦，要冰就冰，不冰就不冰，不冰不会坏的多好。当然了，江大哥的土凤梨，来，我们把它晒起来一起。谢谢。哦，要品尝一下刚刚张大哥教我。对，就打开，磨在这，磨在上面。来，自己直接上。哎，这太香了啦！哎，又来了，他变特别有缘。粘到我的馒头。你就带回去。来来，你过来我手上。你可以养他，真的，他很爱你哎。他爱我，他要命啊！辣椒的味道。嗯，就有点辣，有点辣。可是我们刚刚腌的是没有加辣。没有那微辣。哎呦。嗯，对，好够咸咸辣辣的，咸咸辣辣，咸咸辣辣甜甜。但你可以吃到那个凤梨发酵的感觉。嗯，好棒哦，炒菜也可以啦，高丽菜、空心菜、地瓜叶。对啊，那个嗯，现在这披萨啦啊，烤鸡啦都用这个。啊，哥不，他是喜欢你啊。真的，他一定喜欢你，他一定喜欢你。对，抓到了。这个是放四个月的吗？对。好，那我觉得我们回去真的要放四个月。你真的放？这味道很，而且它那个酸的味道比较没有。嗯，停不下来，回不去了，回不去了。好，凤梨果干，那个是原汁原味的，这个不加糖，不加色素，这样。就切了新鲜之后，直接来，直接把它烘干吗？烘干，对，精华在那里面，这个不会很硬啊。好甜啊！不会很硬。哎，大哥帮我们准备了，这个就一个人带一瓶回去。谢谢大哥，谢谢谢谢。这个是自己做的，谢谢谢谢大哥，谢谢谢谢。不谢不谢，没关系。那我们拿回去配喽。哦，对对对，好，谢谢。
来，我们等一下一定 surprise you。确定是 surprise？ Surprise， 绝对是 surprise。这是一个惊喜，来哦，来了，一定是一、二、三。哇！是不是？原来为什么在宜兰会有这种地方？对不对？你想不到吧？怎么会有这种秘密花园？要说你想不到，我们也想不到。你们怎么会这么浪漫带我来这种地方、啊？那是一定的。公主啊！对啊，你看，哎、欸，这个很像那个欧洲，有没有？有哎、欸。婚礼有没有？就会办在这种地方。婚了。大元也是，先预习一下，预习。我可以预习当你的那个哥哥或爸爸。对，你可以预演一下新郎吗？啊，去新郎，新郎，预演。他一定喜欢你，他一定喜欢你，也把我比下去。哎呀，说好。很棒哎 ，Hello， 欢迎你们。Hello， 板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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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去啊，这位是板娘啊，你肯定是板娘的。对了，对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我们刚刚擅自啊，不小心在这边预演婚礼。这边应该有很多人会来这边，蛮多的。这种落雨松啊，这种好漂亮的那个庄园的感觉，我们就忍不住进来参观一下。这边是我们家，我们现在全家人都住在这边，包含我的三个孩子。对，所以就是我们就生活在花园里面。这下面全部都是你们设计的？就是慢慢一年一年的，因为我们的花园其实已经有30年了。怎么那么久？对对对，所以你看我们落雨松都超大棵的。这个是真的很久。我知道，除了这边是外面是那种欧式庄园的风格以外，听说你们这边有一个功夫茶也是蛮有名的，是吗？对，那是我们全家人的兴趣，全家人都喜欢喝茶、泡茶，然后我们都有去考泡茶师的执照。哇塞！这么有才，我喜欢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其实民宿就是把生活跟朋友们分享。对，所以你就看到好像这边是欧式的庭园，然后房间的布置也像是城堡啦，英国城堡。因为我上个月才去欧洲回来，对，哇，原来新园比欧洲还要更欧洲，是这样觉得啦。而且因为在欧洲那是别人的地方，但是我回到新园，踏进家门，觉得说哇，原来我自己那么幸福，所以想把这样的幸福就是分享给朋友们。你成功了，非常成功，我们感受到。对对对对对对。那我就带你们就是到我们的茶空间，那是我们全家人的秘密天地。好 ，OK OK， 好，我们过去品尝功夫茶。是这里这个地方是一个也是用来拍照用的吗？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天使书屋，是用我三个孩子的名字命名，安之德天使书屋。对对对，对，这边以前是养马，以前是马厩去改的。是是是是，哇，这个空间很好，小朋友玩乐。对对对，就是比较适合亲子，因为我们家自己就三个小孩，就很了解小朋友喜欢玩什么这样。好妈妈，这边可以带宠物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们可以带宠物。宠物友善，对啊，对对对，这么大，因为我小朋友友善，宠物友善。那我带你们到我们的茶空间，让我喝一下茶。对，让我爸爸妈妈招待你们。好的。来，我们接，同时也是老师哦，是一个大姐嘞，真的，而且大姐很有气质，有仙气，真的，一进来真的，讲话音量就会变小，对对，而且真的节奏会变慢，没错没错，来，请大姐教我们一下。其实我在客人还没有来之前，我就会先备具，对，是是是，生活，然后等客人来的时候，我会加橄榄炭。就是橄榄炭，这么特别，它的形状。橄榄炭它是能够让火的温度比较安定。好特别。对，是橄榄炭，橄榄的籽。橄榄的籽是做制成的炭。真的？对啊，不然你以为大姐在开玩笑？但听起来很像在开玩笑。长得像橄榄籽的炭。哎，对，没有，原来是真是橄榄真的真的。你可以请汉典帮您扇。对对，这个我来就好了，这我来。是要需要有耐心。所以大姐，你本身是因为自己非常喜欢泡茶，所以去研究了学习这些。我是因为民国73年，我在审讯团受训的时候，晚上参加第二才艺的学习，对，就去学泡茶。那时候的泡茶法其实是类似现在的我们泡的功夫茶，也就是湿泡法。对，现在我要泡茶之前，我先净手。对，哦，那我们都不用净手吗？因为它是煮泡茶，对，煮泡，对对。好，那来，那有没有水？我要来净身一下。不是，我有烧子。哎呀！姐姐为什么会叫功夫茶？就是花时间跟花精力，然后将茶水
火做到最精致细微的呈现，没错，这样就叫做功夫茶。对对。那大姐，那这个如果它滚的话，它会发出一些声音吗？呜，会吗？会，这叫做沙调。哇，滚起来！每一个器皿都有它的对沙调要粗细薄。对，它煮出来的茶汤会比较，所以你是让它降点温的意思。这个阶段其实都是在备去的阶段。嗯，好，开始我要请制我的茶叶，是，好，把它倒入这个，对，哦，这个步骤，这个是叫做树脂。等一下我要把它分成粗细中，然后依序纳入茶壶，这个叫做纳茶。泡茶世界真的是。没想到这么讲究，然后这么有学问。我一开始就完全被那个大姐的气质所吸引。为什么以前说功夫茶我们在煮水要离我们泡茶的人七步？其实是要让它降温，因为降温它水才不会溅出来。是是。然后其实你安静的听，你听到它没有声音，它就可以开始倒茶。我要先把茶温壶，然后讲究先冲啊，温杯对，也是温杯。我现在就是让这个在闷蒸，是让它蒸。等一下这个壶底会干，然后刚好趁这个时间是把我的茶，有没有看到它变成细的、中的、粗的？对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东西也是特别对对对，所以你看我现在把粗的有没有先下？对，在壶口。它就不会堵住，纳茶纳得好的时候，等下茶汤泡的会比较好喝。那很期待。泡茶就是要把茶汤泡好，经过我这样拍打之后，它就呈紧实的状态，就能够泡出厚实浓郁香甘滑的茶汤。我就在等候，等一下的水有没有滚，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呢，来聊天吗？然后我来滚杯。哦，滚杯。其实它也是很好玩，这个过程是很好玩的，对对，很有趣的。Smell 一下，你们闻看看 ，Good smell， 真的，真的，很甘甜，甘甜啊，很干净。第一汤的时候，我醒茶，所有的速度会非常快。对，那第一汤也是像通常一样，就是不要吗？对，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让它醒，是是，所以叫做温润泡。来这边的客人就是像您的女儿，就是负责接待，那你就负责在这个地方对有兴趣的客人教学喝茶，对对对，因为泡茶的时候，我觉得一个人喝茶或跟家人喝茶都是最好的回馈，也是家人最好的相处的时间。没错没错，喝茶也基本就是一个情感的交流，一个时间嘛。没错没错。你看，我要沿着那个壶的四周圈冲，然后我要拉高拉细。OK， 从边缘开始，就是超。这个叫做关公巡城。哦，对，每一个都有哎。对，这个叫韩信点兵。36计啊！哎呦，韩信点兵准。对，好，我这样推出来的时候，是是是，就这个叫扭转乾坤。所以这一杯就是我的。对，所以主人不乱的时候，茶客人就不会乱。对，没错，对，完全跟照您的，完全 follow 你的节奏。然后有没有顺时针、逆时针拿？没关系，剪刀石头布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靠近的就好。然后因为它很烫，所以你们用三龙护顶的方式。对对对。然后你先闻一下，闻对，闻其香，对，啜其味。要啜味，有没有？对。这个叫啜饮，对，啜饮，让它那个空气进来，对，瞬间这样。平常是很少在喝茶，但刚喝茶的时候就觉得，哇，真的是很甘甜。这应该是我近期当中喝过最好的茶，真的。第一泡是皮，然后等到第二泡、第三泡就是肉，第四泡的时候已经极致了，所以功夫泡最多只有泡到四泡。四泡，接下来。
现在模仿好了。是，那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帽子会不会戴太高？哦，不够高了，因为我这个这边的帽子的 size 有限。是，好，没关系。听说现在大圆是在皇后房吗？所以我们现在要去他的房间找皇后，因为我们现在是王府，对，国王。不知道他在哪里，跟王是不是在这里？会不会是二楼呢？有可能。听到有声音了，我掩护你，应该就是这里。哇，这个皇后房也太大了。这是一个房间啊？对啊，会不会太大了？夸张吧？而且有两间卫浴，而且好多人都可以一起住。直接 over 了，这很适合全家，超适合的。亦或者他私底下是一个难搞的废物。哦，不要哭啦！哎呦，看到你要高兴。就是现在啊，脱光就站在这里。媳妇勾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吗？假设我有媳妇的话，我是 OK 的。小姐不息地二十四小时不断线，强档综艺节目热映中，搜寻东森娱乐台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。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！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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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